摇摇摇古董车跑不快，在王心凌吃锅背带。为什么王心凌会对我们说拜拜嘞？啊，原来是隔三个歌曲日下午，巧遇艺人姚元浩开着1968年出产、要价180万元的福斯古董车接女友王心凌。是因为车顶太矮吗？心凌上车时好像还卡卡的。然后车子就一路奔，速度没有很快耶，狗仔哥哥一下就跟上喽。哇，车窗没贴黑，真是一目了然呐、啊。哎 ，baby， 看右边，我们被拍了。哦，真的也看得好清楚哟，呵呵。经过与 Cindy 这尴尬的四目相接，他下车还不忘很 nice 的和狗仔哥哥挥手道别，拜拜。之后踏入一家火锅店，话说姚元浩喜欢在车内父爱。回想2012年被拍过开宾士 SLK55 敞篷跑车接随他，2013年起改叫王心凌升级了，被拍到开着1200万红色法拉利 F360 载女友庆生，也有实用款的400万改装露营车哦。然后渐渐从跑车浪子改为古董车收藏家，车速不快才能好好包爱啊！爱的占据已累计4台1800万了。惹动新闻，狗仔哥哥表示，拜托常开古董车超好跟的好吗？报道。